大家去他们家，也就是蹭蹭饭，对不对？去走走人家户，对吧？我们有个叫吃九个碗，还有一些地方叫做，对不对？大家端午节安康。对，你们觉得我明天，我到要是要不然我买点东西去看看今天他妈妈他们来今天他们家，哎，走走人家户，好吗？咱们直播家人们，你们说好就好，明天我就多准备一点，给他一个惊喜啊！你们看我现在准备了啥？好，今天咱们就先送点粽子。哎，哟，这小姑娘，我看见她在干嘛呢？耶，她好像在家耶。走吧，那咱们直播间家人们哈，我们刚开直播五分钟不到哈，刚刚开直播五分钟不到，咱们现在马上进去找鸡年送鸡蛋。你们说我直接进去吗？还是给不给他打个电话？啊，咱们直播间家人们，因为不知道鸡年今天在干嘛，也不知道他今天干农活没有。今天下了雨哈，下了雨，他干活的话，应该也挺辛苦的，因为这雨天嘛，雨天到处路都不好走，今天肯定都挺辛苦的。哇，现在咱们直播间1.7万人了，1.8万了，这么多人，老六说谁老六呢？啊，我可不是老六，哎，完了，哈哈，完了完了，啊，吉年，你怎么？你好久都没来了呀？我这就被你发现了，哇塞，哇。一直下雨，叔叔，我就不敢开车。然后我现在雨停了，我就刚刚过来。我刚好炒了炒饭。啊，你做了饭呀？准备刚刚准备吃。哎，那我不是有口福了呀？咱们直播人家人们，我又有口福了，又可以蹭鸡年。我在开直播呢，今天。哦、今天又可以蹭你家饭吃了。走吧。哎，今天你今天没干好农活啊？没有，我准备刚刚炒了炒饭。炒饭。随便吃一点。好的。你要不要吃吗？要，那怎么能不吃？叔叔哪怕吃了饭我也要吃你做的那个手艺。我的天，我想着我就流口水。哇，咱们直播家人们，问你们一个问题，有没有想鸡年？想鸡年了吗？咱们直播家人们，我的天，2万个人了哈，2万个人了。鸡年、你知道咱们直播间有多少人了吗？现在2万多个人了，他们全是喜欢你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。真的呀？啊，对呀。哇，你今天你穿这个围腰。对，好可爱呀。我刚刚明天端午节，然后就扫了一下地。啊，你今天要扫地吗？嗯。啊，这个样子。我的天，现在咱们直播间2.5万人了，这么多人，这么多人想纪念了呀。好，这么多人想他，那咱们就离他近一点看一看他。今天我们现在咱们直播间很多叔叔阿姨们，他们都想你了，他们都是想见你。我看一下你了，我看一下你，他们都是想看看你。哇，好看什么看？看美人啊！谢谢，感谢叔叔阿姨们的喜欢。好可爱，我看一下呢，你骗我？好乖呀！他在直播吗？来，咱们直播间们，今天好看吗？你们觉得好不好看？是不是很美？你要吃？我的天，我就是饿了。炒饭。今天我叔叔，哎呀，每次我来你都给我做好吃的。导致我现在怎么样了你知道吗？你导致叔叔现在我看到你我就饿了。对不对？咱们直播家人们，咱们我看到今天我就饿了，我肚子就饿得呱呱叫了。哎呀，今天怎么办吧，这是个坏习惯，以后每次我来你家你都给我杀鸡杀羊的。哎呀，给我做好吃的。你坐一会儿、那以后你那我帮你吃穷了怎么办？你坐一会儿吗？哎，可以可以。今天哎，等一下，你猜叔叔给你带了什么？干嘛？你捂着脸干嘛？你这么美的，你就要给大家多看一看呀，好看吗？今天他们都是好漂亮，来，咱们直播家人们，咱们多看一看今天，好吧？好乖呀，哎、这小姑娘，哇，今天真的，叔叔，我看到你，哎呀，心都融化了，好久不见，心都融化掉了，太美了，今天这小姑娘，哎呀，你别这样说，哎呀，本来就是嘛，叔叔的话说点真实话，怎么了？来，今天，你明天端午节了，嗯。哎，你别逗嘛，我看一看你，你让叔叔好好看看你这两天你长好看没有？哇，今天你真的你这个从未被超越，一直被模仿，这个颜值太美了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你家小姑娘，咱们嘴巴甜一点，对不对？小姑娘嘛，就要多夸一夸她，她越夸越好看。今天，来，你转过来，你去，你要给我做炒饭吃吗？哎，这啥？猪吃的。猪吃的？嗯、咋了？你说给我做饭吃，你就叫我吃这个猪吃的？我给你做炒饭，你坐一会儿嘛。好的，那我坐一会儿。那我给你拿个椅子。等一下，今天，哇，别动，别动。哎，你猜叔叔，我今天给你带了个东西。
你猜我带给你带了什么？也就是说今天哈、啊，叔叔知道，哎呀，我平时给你带的东西太多了，然后我现在给你带东西，你平时你都不愿意要，但这个今天给你带的这个东西，它很特别，它有特殊的含义，今天你能收下吗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啊？来，咱们主问家人们哈，如果今天不要，你们全都要帮我说话哈，你们全都得叫他要哈。对对，今天穿的鞋子就是我送的，好看吗？咱们主问家人们，好看吗？他的鞋子是送我的，特别好看啊。他送了我这双鞋子，我都舍不得穿，我穿了三四次了。对 对, 对，你一般干农活都舍不得穿这个鞋子。我今天扫了地，我就可以。好的，来，咱们主问家人们，咱们给今天送的东西哈，今天给他带了一个东西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当当当当，你看这是什么？今天。粽子呀，粽子吧，你在这个粽子。天哪，你太贴心了呀，谢谢。但是你今天一定得收下哟，今天，因为平时，哎呀，叔叔给你好不容易给你带点东西，你平时也不愿意要了，因为叔叔给你东西，可能是有点一点点多了。来，咱们主问家人们，明天过端午节了，咱们把这个粽子送给吉林，好不好？谢谢叔叔，我给你拿一个椅子给你坐。可以，吉林，来来来，你先拿着这个粽子，还有点重。哎，这个粽子我告诉你啊，有两个是叔叔亲手包的。对呀、啊，这是我，因为吉林，你上次你不是把你们这大山里边有些菌，我爸妈他们吃，他们都说好吃，然后他们说我哪儿来的，我说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姑娘送的，然后他们这端午节他们就，然后我的家人嘛，他们包粽子，来咱们直播家人们就这个粽子啊，他们包粽子的时候，你看嘛，也没有什么礼盒呀，也不是什么，就咱们自己普通人家自己包的哈，然后他们包的时候，然后我妈妈我。爸妈他们就说，哎呀，你拿一点这个粽子给上次送我们菌子吃的那个小姑娘，呵呵，知道吗？谢谢小姑娘。好，然后叔叔的话也帮你包了两个，然后我就包了几个。谢谢，来吧，今天你拿着。你要不要吃一个嘛？我不用了，我不用吃了，我就吃你炒的饭嘛。你不是说你在做炒饭嘛？我咱们真的好赶上人家吉林吃饭的这个时候啊，咱们这个运气太好了。到时候你看一下，你吃得出来哪两个是我包的不？你做好不好？可以可以，那我做了，我做了。哎，吉林，这什么声音、啊？猫呀。啊，猫。生了孩子。啊？你们家的猫生了孩子？上个月生了一次，这马上又生，这个猫是天天都生孩子。那肯定不是一直生的。真的呀，又生了。我的天，咱们主播家人们，你们听到了吗？这个声音，小猫的声音。你去看吧。我去看呀、啊。对啊，上个月真的生了孩子啊，上个月生了三个，昨天又在那树下面生了三个，奶奶就把它抱回来了。啊，生了三个，才生的呀？对啊，每个月都是在生。我的天。这么神奇啊！来，咱们主播家人们，你们有没有想看小猫的？吉年他们家的小猫生了孩子，你要做饭了吗？对，我把那个碗洗了，我给你。去吧去吧，哇，他在洗碗呀！吉年这小姑娘太可爱了。哎呀，吉年，我不想做，我刚刚做够了，我开车做够了，我来就想看看你。来，咱们直播间们，今天好看吗？太可爱了。来，咱们直播间所有家人们哈，咱们没点关注，点个关注，左上角点个关注，不能看，好不好？没关系，哎呀，你真的呀？行吧，行吧，行吧，你坐吧，你坐吧。那咱们就在看那个猫吧，你去看那个猫，看小猫咪呀、啊。对。我问一下他们呢，来，咱们直播家人们想不想看小猫咪？你们想看小猫咪哈？咱们直播家人们，大家一起点点小赞赞，就一直点屏幕，咱们把小赞赞点到两百万，点到两百万，咱们去看一下吉林家的小猫咪，刚刚生下来的小猫咪，有没有想看的？应该在城里边哈，咱们在大城市里边居住的咱们的家人们哈，你们应该很少见到这种小猫咪小的时候刚刚出生的，我也没见过。你们想看我就去，好像在那里边，你们想看我就进去带你们去看一下吉林他们家的小猫咪。想看吗？咱们主播家们，对对对，我也不知道，因为他们家好像，对，吉林他们家有几只猫，他们家的猫的话特别多，然后两只猫，然后他们也随时都在生孩子，好像都生了好几只了，现在有四五只了吧，好像。来，咱们直播间说一下嘛，咱们点点小赞赞，左上角点点小赞赞，小赞赞点到两百万，咱们就去看看小猫咪。哇，双倍点赞啦！现在点一个小赞赞，咱们就对着水龙头一直点，一直点屏幕哈，点屏幕就好了哈。咱们直播间家人们，
马上双倍点赞了，双倍点赞了就点一下就可以，就是两个小赞赞哈。你们想看就去看看小猫咪，没关系啊，都可以啊。看看吉年，你们想看吉年啊？马上他去做饭去了，咱们就在外边玩一玩哈。40多万点赞了，这么快？50多万点赞了，这么快呀？咱们直播间们。太想看我呀，我也啥好看的啊，我一天天我带你们看看吉年这小美女就够了呀，还想看我下次带个桌子来，你们觉得我下次用带个桌子来吗？你们想让我带桌子我就带吧，80多万点赞了，我的天，太快了吧。来咱们直播家人们，你们真的太给力了，说点小赞赞现在直接到了90多万了，马上到了200万了，我的天，你们太给力了哈，这个小赞赞太快了太快了，我的天，现在咱们直播间27000个人，大家一起点小赞赞，一会儿就点到200万了，就特别特别快哈，已经100多万点赞了哈。谢谢大家关注哈，没点关注左上角可以点点关注哈。吉年他去给我做炒饭去了，然后的话，我也尝尝吉年的手艺哈。吉年啊，陌生人看到小猫咪，他的妈妈就不会要他了，真的吗？真的呀？你们那我们去看一下吧，我们不去动它，我看一下呢。你们既然想去哈，那叔叔我也，哎，这有点陡呀，我的天，这个有点窄呀，我平时我也没走过这么窄的路呀。这还有小心点，这还有钉子呢。行吧，你们听到声音没有？我带你们去看一下，咱们直播间很多叔叔阿姨哥哥姐姐，你们应该在乡下待过的就应该见过。哎呀，哇，这个还结实呢，不会掉下去。我带你们看一下，听到声音没有？哇，看到了吗？看没看到？哇，好可爱呀！咱们不能碰它哈，好像看碰了过后的话，它妈妈就不会要它，有气味啊。两只啊，还是看到没有？这边有一只，旁边有一只啊。哎，我的天，这小猫咪太可爱了！你看刚刚出生几天？刚出生几天？是小猫咪，小猫咪。对对对，咱们就这样看看就够了，咱们就这样看一下，咱们不能碰它，碰了它好像说它身上有陌生人的气味，它妈妈爸爸就不会要它了哈，它的爹妈就不会要它了。哇，这太可爱了，刚刚出生几天？哎，吉年，啊，你坐好了？我刚才就藏好了。啊，哇，那我马上下来。哎呀，你看得见鸟吗？我看到你家的小猫咪了，跟你长得一样的可爱。对不对，咱们直播家人们？吉年家的小猫咪跟它长得一样的可爱，吉年，哎，真的是。要不要我扶你？吉年家的猪啊、羊啊、牛啊，都长得一样的可爱，跟它一样的可爱。你要不坐吗？坐着呀。行，猫妈妈呢？不知道。要不我给你挂。行吧，你给我放一下。哇，吉年。但是拍到你了哟。好香呀，你这个。啊。还好吧。我的天，今天你吃这一碗多一点吧。哪一碗？啊？哪一碗？这一碗要坐下。这一碗要多一点。这一碗多一点。对，我吃少一点吧。这样，我先给咱们直播间家人们看一下你做的这个炒饭。来，咱们直播间家人们，你们看今天做的炒饭好不好？好不好看？可能你们只能看一看了，你们是品尝不到了。我加了火腿肠。火腿肠呀，加了腊肉，加了菜。嗯，哇，还有这个是啥？大肠，猪大肠，啊，猪大肠，啊，今天炒饭吃猪大肠。我拿一个椅子来。叶总太会说了，没有没有，我就是想到啥说啥哈，咱们直播间们，加油加油，可以，哇。你吃吧。你怎么知道叔叔没吃饭呢？啊？你怎么知道我没吃饭？我是准备刚刚准备吃炒饭的啊。那你岂不是你把你吃的你赶给我了啊？我吃不了这么多。你吃不了这么多。嗯，行行行。今天真的是太可爱了啊，真的，说实话今天什么都会做。你看今天煮的面又好吃，然后炒的饭又好吃，又会干农活，嘴巴又甜，人又长得漂亮，又会唱歌，这小姑娘皮肤又白，长得又高，眼睛又大，又是双眼皮，鼻子又挺，小嘴嘴巴又笑起来又好看，赶紧吃人了。吉年又非常能够体谅人，又能够理解人。我的天呀，吉年叔叔真的把你的
优点，哎呀，叔叔说的说不完了，你太多优点了，怎么办嘛？今天你知道吗？怎么办今天？怎么办？叔叔感觉我在你身上都找不到一丢丢的缺点。哪有这么夸张呀？哎，真的，你不信你问咱们直播间家人们，对不对？咱们直播间所有家人们哈，你们觉得叔叔说的对吗？刚刚我说了今天的优点，对不对？真的，他身上是不是找不到一点点缺点？这小姑娘真的，我怎么可能怀孕呢？啊？有个人说我怀孕了，我都没结婚。谁说你怀孕了？怎么可能？咱们直播间家人们哈，人家今天小姑娘还黄花大闺女，人家怎么可能怀孕呢？刚刚我看到有个人在下边打字说人家今天怀孕了，人家怎么可能怀孕？人家黄花大闺女呢，一天天的，这传出去，人家邻居要是亲戚听见了，那人家那个对人家不好。好，马上干饭。太冷了，叔叔。好，我跟你们聊天呢，我饭都还没干哈，咱们直播间家人们，来，行，那咱们就尝一尝今天的这个手艺。感觉应该挺香的，你们看一下，这个叫什么炒饭？吉林炒饭，吉林炒饭这个样子啊，吉林炒饭，这吉林做的饭哈，咱们直播家人们，我尝一下味道怎么样？如果味道好，到时候吉林你就去你们城里边，叔叔帮你开个炒饭店，你就每天做炒饭，好不好？到时候你的直播间这些20000多个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他们每天都来照顾你生意。好不好，咱们直播家人们，今天如果做的好吃，我就让他去开个炒饭店，天天给你们做饭吃。这小姑娘手艺太好吃了。今天终于刷到真正的叶总了。对，咱们直播家人们，有很多冒充我的，你们千万不要上当了，那全是假的哈。今天咱们直播间家人们，你们可以看一下粉丝哈，北点关注，点用关注哈，左上角就是说粉丝100多万呢才是真正的叔叔，其他都是假的。粉丝100多万才是我哈，其他都是假的，其他的话大家就别相信。有一些人在抖音上面卖货呀什么的，那都是骗大家哈，那不对，那是假的哈，大家不要相信，看着就有食欲。对对对，主要是哎呀，今天做的饭快点吃，叔叔，马上，今天做的饭看着有食欲，其实这小姑娘，哎，看着更有食欲。今天，其实真的，叔叔的话，哎，我特别想吃，知道吧？有蛋，有火腿肠。哇，有蛋，有火腿肠。有蔬菜，有肥肠。还有腊肉哎。还有腊肉。我的天，你这啥都还有泡菜。还有泡菜。太好了，今天，叔叔看着你都下饭。那我看你干了，我先干为敬的哈，咱们主播家人们，来，今天你跟大家聊一聊，我先干为敬的。叶叔叔，哇，好重啊！叶叔叔今天没有露脸，那些是假的。抖音就是这个，所有的地方都没有叔叔的照片，全部都是假的。对，不要伤害到一些无辜的一些企业家的姓叶的。没有刷屏了的。啊，太好吃了，我的天。他没有喝酒，他怎么可能喝酒？他们说你好红。我哪喝了酒，我怎么会喝酒？我不会在吉林面前喝酒的哈，咱们直播间家人们，你要小姑娘，叔叔我还是得把我这个形象，对吧，维护好，然后我的酒量很差的，我不喝酒的。叔叔阿姨哥姐们，我准备开一个吉林炒饭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支不支持？叫咱们直播间家人们给你捧场。真的，我开的话，你们会不会就是说支持我呀？支不支持吉林叫他每天你们来不来吃他家的炒饭，吉林炒饭。我想一下，吉林你可以开一个，不，今天你可以开一个吉林炒饭，然后吉林真的我人气旺，我问一下叔叔阿姨哥，然后再加上吉林汉堡，吉林汉堡谁要吃呀？土豆，那很多人喜欢吃的，你不信问他们嘛，他们咱们直播间很多家人，他们都想吃你的吉林汉堡，知道吧？你们吃不是吉林汉堡，还吉林炒饭。吉林他们家房子是自己老人嘛，舍不得拆，真的真的，叔叔阿姨早就换新房了。我真的开一个吉林炒饭，他们说天南地北都会来吃，真的真的，我想跟我妈妈开一个店子，想跟你妈妈，对啊，就开一个吉林炒饭。哇，你太懂事了吧？啊，
是的，今天他妈妈他们做不了什么重活，但是可以做一做基本的饭菜呀、啊，是没问题的。真的，你妈妈开一个今天炒饭，到时候叔叔、啊、叔叔给你，我给你开，要不然挂号可以吗？开什么啊？我去给你开。开你给我开今天炒饭呀、啊？嗯，算了。太好吃了，还今天做了。真的，我想开个店子。你就先去叔叔公司上班，上了班，然后你给你妈妈开一个今天炒饭，你就去叔叔公司上班，怎么样？你们的员工都在我们妈妈的店吃饭吗？啊，可以啊，我们公司员工都去你家你妈妈开的今天炒饭吃饭，然后你就去我公司里上班。我炒饭，叔叔阿姨们，我炒饭很好吃的。嗯，我炒的炒饭里面有泡菜，有火腿肠，还有腊肉，还有这个肥肠，还有火腿肠。叔叔现在吃着好香呀，他一直在这吃，太香了。去公司上班，对不对？这两天就准备去了哈，就这两天准备去了。你看今年都最近的话，都已经跟他爸爸妈妈他们已经说好了的，是不是？嗯。就准备下去了哈，这个样子咱们直播家人们，你们说到时候今天去叔叔公司上班，你们觉得需不需要拍点视频给大家记录下来？你们说拍就拍，你们说拍就拍。